少奔跑，快到圣诞节了，快要疯了，这一年一年过好快。不要跟一个熬夜的人，你不要跟一个熬夜的人用这些小聪明好吗？我真反应不过来。但是我已经傻了呀。我现在去姥姥家吃饭，吃完饭马上起身就走。一点耐心都没有，我不想说话，看朋友圈，谁能懂得我伤悲啊？换旧成人，穿红个。送比你送我的多，哎呦喂，然后下币正好剩零个了，能炸，
小哥哥。怎么会有纹上去的？